输了。我感觉总是有人跑出去了，怎么办？好难啊，这个游戏。我怎么感觉人在外面呢？是谁打我啊？抓到一个，我是抓到一个，我抓到了一个，对了，有他，快要有他。姐姐，她戳到眼睛了。现在的你们还是要注意安全啊！我们蒙着眼睛也不知道。你好用力啊！真的，你好用力啊！我哪是故意的呀！我换吧，那我们就换吧。换吧，那就换下一组吧。不是，王艺瑾，我今天真不是故意的，我没说你是故意的呀。行，可以。不是，我觉得你今天真的很搞笑。你要不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我们再开始啊？你要不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我们再开始啊？你这啥呀？所有人都等我们两个，你一直带着气这样在录节目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等我们，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要么先录完吧。你也觉得是我的问题是吗？我没有啊，我觉得今天是我的问题，真的。你的问题？我没有说好。对对对对。他是真的珍惜你这个好朋友，我也珍惜啊，我也珍惜啊。所以我们现在能我没跟你们发脾气啊，真的有吗？你觉得我没有？真的有把我当好朋友吗？你要干嘛呀？不是，我真的不明白，我真的不明白，我们就没剩几天了，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日子都没剩几天了，为什么要这样啊？我干嘛了？我们大家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在这里好好录一次节目，你们为什么非要搞成这样？我真的不明白。啊？我真不明白，我真不明白，我们就是为了能大家一起开心，然后我们几个关系好，然后才能一块来这里，然后大家最后搞成这样，我真不明白为什么。说真的，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日子真的没有剩几天了，你们是这样有必要吗？这有必要吗？这样，我们开开心心嘛。我们也走了就好吧，行吗？你走去哪？我问你，你走去哪呀？你走去哪呀？好好好好好好，一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